是啦，伊是阮隔壁吼，迄袂使啦，啊，阮应该是半，啊，阮人就昏倒啊啦。啊，他有心脏病、糖尿病还是什么其他特殊疾病吗？有啦，有啦，伊有糖尿病啦。哦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哪里不舒服？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早餐吃了没？ 哎，听得到我讲话吗？你早餐吃了没？先救人，先救人！哎，早餐吃了吗？那我先帮你量一下血压哈，两只手都可以量血压吗？阿姨，我帮你测血糖。 帮你量一下血氧哦，放轻松就可以了。啊，过去有什么过敏史吗？有在吃什么药吗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来，深呼吸。血压78 over 40， 哈瑞100， 血氧正常，我先备 IV 哦。嗯。 血糖有点低，要帮你打针哦。等下打第50。哦。真的是。